裁判，请出题。哦，太简单了，这个。好，准备，开始。确定吗？这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来，可以了。哇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那个很清楚了，其实哈。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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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题又简易，没到十道。不能太好了。来，开始计时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 这个厉害，超完了，还加吗？不加了。这什么鬼啊？观众朋友，从这个项目来看，确实女性要比男性记忆力强太多了。是的，还有想象力也强，也相当丰富。好了，要猜了，这多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说的才是帮你们。 他会长大，不会长大，不要乱说。等一下，热巴，你在干什么？他画了很美的画。你是想家了吗？你想念你的家？是不是？这是热巴，以后等一下，是个动物，是个动物，是个动物。他们没法回答。蛇。Snake， 有那么胖的蛇吗？我都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鬼，是木乃伊了。 一看就知道喽。对，你是长脚的木乃伊。你的木乃伊是不是得是？对，它有手脚的。没瘦啊。哇，还记得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绑成一个木乃伊一样的。真的厉害，他猜到了。我还锁在蝉蛹的地方。所以这轮我们是我们赢了。这不是黑洞。